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易阳老师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侧冲的一个相关知识点。在我们模具设计当中，尤其是拉伸产品当中，经常会遇到一个结构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侧冲，先拉伸，在它的拉伸臂上进行冲孔。这个有一个难点，第一，就是我在侧冲的时候，它怎么驱动？第二个，就是我侧冲，因为侧冲的话，毕竟来说。比如说，我们是由内由外往内侧冲，那么这个内壁其实就是一个刀口。这个刀口，我们是如何保证它侧向受力的时候不会出现位移、强度失够的？另外一个，我们这个里面要落废料，它的壁厚应该取多少？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深思。包括我们这里需要压料，因为你侧面必须要先压料，如果不压料的话，到时候切出来的效果它不是特别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动画，顺便呢给它分析一下这个产品，或者说这种侧冲它的结构啊合理性。我们可以发现，等一下给大家暂停一下，大家就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。首先，这是红色的部分是一个擦刀，这个擦刀设计来说一般斜度为30度到45度之间。因为你这个角度如果太大了，就是你这个夹角如果太大了，我到时候滑动的驱动的可能性就降低了，它就没那么容易滑动。这是驱动块，右边这里必须要加个挡块挡住，因为我们左边在受力，如果说你右边不挡住，我上面这个地方又是空的，它有可能会往右边回退，这样子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到时候擦刀能不能擦得准，影响到的准确性。这是我们这个挡块，然后这个是驱动块，驱动块它必须要跟擦刀斜度进行滑配。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要注意，擦刀这个垂直一定要在这个横向的距离里面，尽量是这样子，不然的话它可能滑不动。这个大家是需要注意的，所以说这个斜度你不能太大了，也不能太小了，太小了滑不动，太大了也滑不动。我们看一下，除此以外。除此以外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跟这个，那这个除了是驱动以外，它还起到了一个垫块的作用，推动垫块的作用。那么这一块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夹板。夹板，那它是夹什么的呢？这个夹板夹冲头的，把这个冲头给它夹住，这样子我冲头就可以回退了。不过在这里好像，哎，这个冲头好像它少一个东西。我们这个侧冲的话，它其实是的确少了一个结构的，少了什么呢？少了一个压料的，也叫压料脱料板。本来应该是需要有一个压料脱料板一起活动的，但是它这里呢是没有，直接靠我们弹簧本身，靠我们上模本身来进行压料的。这个可不可以呢？可以，因为你是个圆的，你是动不了的。如果我们是方的，或者说我们这地方是要让位的，那就必须压住。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，我们再结合整个来看一下。也压住料，然后这里呢进行活动。它虽然说没有给我们看到内部，但是要知道，像这个其实，内部的它的结构必须要掏空废料才能下得去嘛。这个对于强度来说是有一定的要求的。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你看，看没有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下模的这个箱件，在这个箱件当中，你看这里被开了一个孔，然后里面是空的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它是不行的。另外一个，它为了保证有强度，下模这地方是比较粗的，然后把上面的呢抹掉了一点，所以说这个大家是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细节。我们再看一遍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这个关于侧冲的，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老师的视频，觉得老师讲的还不错，那么可以关注，并且留言。大家想听什么，想看什么结构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留言，老师会在第一时间或者在往后面给大家进行讲解。